Hello，我是阿金，欢迎来观看《死亡复苏2》的游戏影片。然后我的人物就是前面这一大包的家伙。然后我现在是跟 A 在玩，我们才刚开始，刚开始游戏，妈第一张都不到，找好，到，要走哪里啊？跟着箭头走吗？我们要钻那个通风口吗？这些也可以当武器？怎么小都可以啊？完了。因为有些武器看起来很弱呢，那路障什么的怎么打就烂了，然后你的动画也是一大包。啊？是是是是，超好笑的！钻进去啊！在看什么？想鬼哦！在读取画面，我是穿得很整齐的飙车手，查克是不是？Chuck。主角叫 Chuck，妈的，穿条内裤都不怕受超伤屌！吗？刮伤怎么办？我干嘛？我胸毛超浓密的。真男人！等一下，我觉得你那个睡衣，我好像在《探险活宝》里面看过，我好像看分穿过，我不好瞧，真的，它是分的睡衣，跟你的颜色一模一样，而且一样是这种连身式的。很酷啊！而且你看屁股那边还有一包，还可以打开的，以防你拉在裤子上嘛，换尿布。这边有那个砖子，等等，我怎么换武器啊？哦，武器在我的右上角啊，我要熟悉一这下。个妈的，我第一次玩。杀四个，这个呢？这可以钻。看这好烂哦！然后可以丢。靠，我不知道可以钻到你。靠背这种那个啦，队友伤害。我不知道。有看吃这的，样，有吃的，那是不是吃的？那可以补血。是吧？吃零食补血，我可以看到你的血量，刚刚。而且我们的血量是以格数计算，什么？他说查克，我找到，他说我们现在在商场，哦，他说我们现在的然位后置就打，对了对，，lock 啊，这个好像是改造武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现在收起来，我们还不用改武器，我们你要不需要要。拿个那个榔？这边有榔头，这边有榔头，等一下啊，这些房间我们需要每一间都找吗？还是说随便都无所谓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可能找到一些其他物资啊，什么小的。哦，对啊，可能会有其他物资。哇！然后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哎宝剑。喂，哎，干他妈！我第一只僵尸，你就把我推去撞，然后让他咬我。我们可以伤害到队友，不要那么近啊，要保持一点距离。哎，有衣你服要不要先去换衣服？哎，你可以好，换衣服。其实我不我想，帮你关门了，其帮实你我不关想门。换，其实我不想换，我可以就这样子当个真男人吗？露出我的一还包有那给大个，家看。可以拿戴眼镜。哎，我穿上衣服之后就不能脱了吗？你看我的衣服这对啊，是一整套的这很样潮子啊，啊，潮屁呀！我才不想穿这种哎。对，我要穿更潮一点的啦，一大包就很潮了啊！这样看起来好像那个路上随处可见的大学生呢、啊。妈的，这是你平常就穿这样子对不对？超屌的。而且，等一下，等，这些僵尸不用全部清吧？根本清不完吧？对啊，我们这其实只要找目标啊，找然找后那找个找赏目金标们了，都很想进去看一下。逛街啊！逛街一下，逛街一下。哎呦，苏伟，这干嘛？哎呦，这什么？可以增加特殊技能。看一下，他说 “Hell 十一”。哦，我吃补血的时候增加50%的伤害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有冰冻法术啊？灭火器啊！灭 火器可以把人冰冻起来？你这好小我哦！超屌灭火器，地下那个所以开始补血那个你是看过了吗？那个算是什么教学本呢、啊？攻略本呢、对吧？啊？那、啊、我要换件衣服，感觉没有东西可以换，只有帽子。哦，潮！什么东西？台铃先生，你现在越来越像个俄国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个小胡子，俄罗斯来的吗？
我、哦、这边武器可以拿。这是弓箭，弓箭是无限的吗？好像是。有补血，怎么吃啊？靠呀！我在吃那个塔口卷饼，捡起来之后我还可以看见我的人物这样子，跟白痴一样。这边有补卡血兹啦，卡兹，这边有补血啦，这边有辣椒可以吃了。我吃一下。Spear，哦，烤烤烤！哦，干，攻速好快，哦，我决定用这个武器了，我其他我都不要好了，我当欧拉夫了。现在就跟那个土著一样，看到没？妈的，僵尸都烤我了，靠背，干你抽到我一格血，超痛的！我不小心的，戳一戳，突然就，妈的，不爽了！哎，这边有书，这边有书，战斗二。哈哈哈哎、欸，拿到还有这些攻略本，战斗的攻略本之后，只要看过就学到了吗？对啊，好像是。还是说有技能可以加？我怎么看技能？我怎么看技能呢？很困难这个游戏。我看一下，你进选单，我还要看看你暂停。状态里面，状态那个你的选单里面有一个状态。等一下啊，OK，远端状态，技然能？后右边有个技能，问号？问号？问号啊！我没有学到，是不是？那意思说我要把书带回去喽？但是，我先捡起来，哇，超屌！我把一些垃圾丢丢，然后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去。我是个喜欢看攻略本的玩家。走啦，拿什么垃圾桶那边晃来晃去啊？那我身上都血迹，超爽的，我可以飙枪哎。你要不要看看我标枪的姿势超帅？哎、欸，我，丢出去我没有要丢啊，好逼啊！我要去解，先解点果。好啊，哎、欸，这边有吃的。这僵尸根本杀不完。突突，当个土著，拼命猎肉中。哇！这些僵尸就是我们的粮食，我们绝对不会饿死。哎、欸？我都差点戳到你。这边还有一个电呢，鞋子电。好啊，好啊，东西是不是会坏掉啊？对，会坏掉，就用耐久是不是？靠腰，我的无敌长矛坏掉了。然后找一双潮鞋看我好丑哦！穿完衣服还要这样子比一下，比一下肌肉跟笨蛋一样。呀，戴个帽子。我穿的越厚，我防御力会越高吗？好像不会。好蠢哦！哎，我可以玩投球机啊，是不是啊？好多啊，这什么？什么？好多东西哦！我们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在72小时之内完成任务嘛！这个分心的东西太多了啊，已经注定灭亡了嘛！搞屁哦！很多可以玩的东西。玩就玩爽了啊！还找什么张 Breaks？还等三小救人哦！我都会不小心劈到你哎！如果你死了，我可以救你起来吗？应该可以，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可以。我之前跟那个有跟老外连过，可以救。所以说，可以无限生存起来就对了，无限复活大法。薅他，走啦！哎、欸，我们去找任务啦！我们在这边已经混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拿铁枪，拿铁枪。有啊，高登弗里曼的传说武器，加九。欸、这边可以进来，好多路哦。哦，工作室，工作室。我才刚说完要走任务，就马上就分心了。Shit，锁起来的。都锁住了。哎、欸。扳手扳我有看手，到啊，不要，我不要扳手，我已经拿到传说武器了，我不用扳手那东西了。欸，轮椅，轮椅，把轮椅给我，你他妈白痴！我都轮椅，轮椅。怎么做啊？轮椅只能拿起来敲而已，怎么做啊？干！轮椅可以坐吗？
好像不行了、欸，好像不行。我不能让你坐在轮椅上面，然后我就推着你这样去碾僵尸，不行吗？车门锁住了。哎呦，有僵尸，还有僵尸拿刀哎、欸，钱哎、欸，有吗？你掉在地上，然后那边还有那个脚趾老虎机可以玩。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了。哎、欸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！等一下，我还继续玩，我不走了。什么？刚刚旁边都僵尸。什么凯蒂啊，女儿啊，我不理了啦。中毒就中毒吧，就变僵尸吧。你老爸已经迷失在拉斯维加斯中了。靠腰，武器又爆了。怎样？我身上只有生存指南而已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三小，三小，我不知道我捡到什么东西。Open 东西啊，这边是进去就开始扔骨啊。我找一下武器，等一下，我先找一下武器。哎呦，这边有超一耶，哪里啊？哦，有宝石哎！我现在就跟个土匪一样。看那个僵尸在我们后面，然后自己摔倒了。哎、欸，你看我拿到宝石，你知道怎么使用吗？你看我的动作。手里剑，救救救救！跟白痴一样，有人这样用宝石的吗？丢到我！宝石手里剑，丢光了，换另外一个。哎、欸，还有还有好多。我是 Ninja。嗯嗯嗯嗯嗯嗯。会痛会痛啊啊！什么？被钻石丢到会痛。干，你不知道他妈五倍钻石是有威力的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算这样。潮翻了，天哪！哎、欸，哦，哦，我点这个，我、哦、还有礼服哎、欸，有西装哎、欸， yes, 超棒！等下我再换另外一件好不好？你旁边还有一件，俄国人，你旁边还有一件，是什么？哦、oh, ，你不要吵我们！不要，我不要这件，地上还有好多 money 哦。好了，我穿西装了，我穿西装了。这个换衣服的。那种动过场小动画都不能解除掉吗？好久还要等，那等下就被僵尸咬。我还可以穿哦，穿鞋子，皮鞋一双，哎、欸，高贵礼服，有校服啊。哦，那精英人士啊，我们全部都变精英人士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干，我想拿，我想，哎、欸，你他妈真的变成俄国人了、哦！哎、欸，哥，我觉得好奇怪，你这人物是本身创角就是俄国人吗？有这种选项吗？你穿的就像个俄罗斯人，吃的也像俄罗斯人，喝的也像俄罗斯人，喝伏特加。对啊，等一下，我要解任务，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武器。走了走了，算了，拿这就好了，随便了、啊，走了、啊。我一直找不到可以收藏的武器啊。This way, buddy， 这里啊。他说：“台铃、欸、没有，对对，台铃机车离我太远，就是我这里才对啦。你那边那个门锁起来了、啊。”嗯，可是我箭头指后面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要怎么走啊？他叫我进去、欸，对吧、啊？进去啊！靠腰，我刚刚点是锁住的啊，被好小了。没有，因为我离你太远，都被锁住。我们看见这是什么？抢商店的生存者，土匪啊！干嘛土匪？按掉，按空白键，空白键。一样，空白键可以按掉。跳过，跳过啊，没关系。靠呗！妈的，我们打僵尸打不过还打人呢、啊！妈的！干他妈的！干他妈的！我怎么听到女生的声音？哦，后面有个女的，真完整。还有僵尸、欸，他们身上有资源，抢抢抢抢，走开呀！我这个是一整条路都嘟过去的，开船中，妈的开船中，出航喽！哟吼耶！哎，为什么变我？我怎么知道？俄国人比较抢戏哦，也要死了。后面是员工，只准员工进入。我们应该可以去拿那个张布拉克斯，抢啊！
哇，我拿这么大的椅子还可以跳，可以讲话吗？嗯，他以为那些强盗要杀了他，有没有钱？查克说没关系，你安全了。Safe House 这边进去啊。我使用了药局的钥匙，这是药局还是杂货店啊？药局。欸，他加入了呢。他加入了按 Y 来呼叫幸存者，然后他会向我们这边靠近。我是没有 Y， 我是 Q 啦。我们是可以把他带回安全室，是不是？对啊。Burrito， 等一下我要吃一下墨西哥卷饼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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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是我们要的。捡走啊，捡走啊。我告诉你们，萤幕该怎么用了。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张 Black 一，看时间，还有多久？六分钟啊？不对吧？靠药，哎，其实时间快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已经红线了。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换毛啊！我们在那个路上真的花太多时间了。这边有吃的，赶快吃一吃啊！我已经血已经满了。这什么？不行啊！我发觉。大瓶香水，我发觉玩这个游戏不知不觉就被吸引走了。要往哪里走啊？回去那边，回去女儿那边了。对啊，带回去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幸存者要救吗？算了，不要理他。这是他的命啊！屁嘞，好不容易救到他哎。走了，走了，直接走。那个肥女人会自己跑去打怪啊？我们我要一直按呼叫他，妈的超烦的，好吵哦！靠近一点，我们在这里，跟我们走，走快点 ！Hurry up！ Keep moving！ Hurry！ Keep it moving！ Follow me！ 我看不到路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往这里，哇，还有警察哎，警棍应该可以拿哦。我是在杀僵尸还是在做什么奇怪的事情？走啊，跟我走啊！你去哪里？你拿个推车撸，哎、欸，你撸到救生存者了，干嘛、啊？我来撸了，我来撸。喂！我要直接撸回家了，跟我走啦！我要直接撸回家了。啊，走走走，上车喽！垃圾车，垃圾车来了，大家赶快来倒垃圾。嗯。哎、欸，跟我走超慢的。看你们怎么那么慢啊，我还回去。为什么你推推车会加速的、啊？你要一直按 Q 啦，不是？你要一直按 Q 啦，你不要挡住车好不好？你有看见有人去挡垃圾车的吗？快点走 ！Q 是哪一个按键啊？我不知道，你用手把，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个，没用过。走啦，哎、欸，路人啊，到了嘛？这边这边这边。走啊 ！Move it！ 关门一下。哦，哎、欸，对哈，我还忘记可以关门了。哎、欸、靠，把自己关在外面了。啊，不用管了啦，先把他带走再说啦。NPC 在后面其实又蛮烦的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装僵尸。你知道我们的张 Breaks 的计量表已经到最后一滴滴了，再不回去，女儿要挂了。其实我在最后一分钟才拿给他，真的假的？你就站在他旁边看着他受苦，最后一格要到的时候才嘟给他这样子吗？干太多吸引人的东西、啊，玩不完啊，永远玩不完啊！光赌那个吃饺子老虎就可以玩一整天了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救我的命。他21岁，关我屁事哦。他说：“你到底找到哪里找到这些张 Breakers 的？而且还有很多人生存在外面，还没死。然后他不准有感染者进来，对他应该不想接受更多那个，因为这边是一个安全区啊，所以他不想冒那个风险啊，就好像我在玩那个阴尸路一样啊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升级啊 ，level up， 我还等级一啊，我升屁哦。”赶快把还有那个什么张 Blake 先带回去啊 ！PP 那个应该是经验值，这里吗 ？PP 经验值，是给他吗？对啊，给他。嗯，要
不是给他吧？我跟他讲话没什么、啊。有啊。Give Kitty, give 哦哦，点第一次是教学，第二次才是真的给他。给了之后呢？注射吗？注射啊。还靠飞，戴个头盔。你老爸从飞车特技表演手变成了一个穿着西装、笔直直挺的真男人了，超好笑。他从哪里嘟那个张 Blake 在他身体里面的、啊？袖子也没拉，衣服也没脱，乱嘟一通，嘟哪里呀、啊？三小啦，注重一下细节好不好？妈的，三年前游戏知道怎样啊？妈的，我还以为妈直接从他头上嘟下去算了。张 Blake 是，哦，这是那个行程档案啊，记录然后继续吗？记录第一个，洗过去，管他去死。你跟我合作的时候，你的记录不会往前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我们去厕所一下。好啊，我们去记录一下，等一下看一下。嗯，他说这是从别的地区公开地区传来的广播直播，你有装中文哦？有，不要，我不要装中文了，我爽。你可以，你可以念一下现在发生什么吗？这个新闻，就是说那他们那边发生一场那个就是爆炸，然后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呢？我知道啊，等一下自己看荧幕就知道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这是要来救人吧？他要把那个铁门炸开、欸，哎。然后那些应该是表演的要用的那个僵尸，然后把它放出来。啊？表演要用僵尸放出来？然后那不是他做的，他被诬赖，就是有人去诬陷他，以为是他把那些僵尸放出来的，这样。就是有人想要害他，对。跳过了，干我不要看了，烂新闻。反正你被陷害了。哎、欸，你选了吗？我要怎么选 case fire？ 为什么是一二啊？一之一是什么？就找东西啊。case fire， 一之一是看新闻而已。啊，一之一就看新闻，这个就叫一之一哦。这关卡太简单了吧？看新闻是一种。那种关卡，而且看完之后，我们再点回那个档案，是不是又可以再看一次？就是让你回顾一下，这样记录一下，记录了吗？哎、欸，啊，记录还要一个一个记录、啊，对啊，真烦呢、欸。我要等你记录完这样啊，这边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嗯、我看一下时间啊，干23分了。我第一集稍微玩短一点，因为要习惯一下系统、啊、然后休息一下之后，可能再玩下一集吧。我觉得这游戏蛮好玩的啊，可是出这么久了，好像也蛮冷门的，是不是？我怎么都没听过身边好友说有玩过这个游戏的，好怪啊。OK 啊，结束一下影片，做个段落吧。嗯